请观赏左邻右舍。左邻右舍，左右隔壁。张明，你哪不来？有啊，我没有看到你啊。我在豆饼门口等你。哎呀，我在右边等你。每一次争吵后，生闷气，都决心永远不再理你。每次有难题，有委屈，最想找的还是大兄出来讲，我大家听，啊，对这村民倒一个交代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别讲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无可能误会啦，安怎讲呢？你家己阿兄，你就知影，但伊什么困难对无？尤其阿王叔，若讲误会，阿王叔嘛，我们讲白餐咯。不是，你无讲白餐啦。对对对，你有听到？阿王叔吼，伊算是我的老厝边，对不对？伊做人我想了解，怎么可能说是冤枉呢？这样说的。哎，佳慧啊，还你哥哥还做船顶的人呢。啊，两个兄弟了，那这个样子哦，哦，你们自己这么不信任，啊，绝对不信任，对吧？是不是误会哦？等下就知影。假使讲恁大兄是向烦恼，我会嫌伤心。啊，代志若亲像阿王所讲的安尼，那也真歹势哦。这村民啊，绝对袂当用阮亲像恁大兄这种人来做船长。你的心情我最清楚的，但是啊，这个事情。我们会调查的清楚，是白是黑的，我们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，好吧？谢谢，请你们去查清楚。万一我哥哥真的做出这种事情的话，我们没有脸在小庄中待下去。万一说我哥是无辜的，你们冤枉了他，我希望你们还他清白，要向他道歉。可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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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。哎，我来一下。我觉得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或者说他们言语之间有什么会错意的地方。可是为什么你哥要去找阿旺嫂呢？我哥哥是个村长，村长常常都左邻右舍、厝边讨贵的串门子啊，送个鸡啊，送个鸭什么的。可是不一样，阿旺嫂是女的，她是个异性，不可以啊。那你不是跟福州市啊什么卖菜阿姨很熟吗？那他们对你来
来讲是不是异性？哦，我再问你，哥哥你结婚这么多年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知道的是没有了，不知道的就不晓得了。就是嘛，我跟你说，哥哥这个人啊，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平常都是大呼小叫，跟人家斗来斗去，其实啊，他心里最好了，而且他最疼是你。还不是都是帮你哥哥讲话？才不嘞，在我的心里头，你跟哥哥是同样重要的。现在啊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起来，我们都要相信哥哥，站在他那边，然后把真相给查出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就在这来哦，兄弟我，来干多，也喊俺靠呀。人家，哎呀，嗯，啊，你这阵在要创啥啦？哎呦，你阿公阿乡长来咱家，这大位唔算让乡长坐唔得着。唔是啦，唔是安尼尔，十几个人呢。乡长吼，那边咧足歹看，那两个长老啊，嘴口口念，我遐出面哦，拳头骨拢硬到像要出汁了。啊，大家拢面啊变煞煞，啊，我也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哪有可能？哎呀，凡说你伫咧外口吼讲话声，这是着你家己唔知影哦。这哪有可能啦？哎呀，啊，无你就先闭起来嘛。我去闭起来，是讲，有影哦。凡事我若讲，讲到闹到，让得罪着。罗村长，哎，惨啊！罗村长，你过来，我这个对啦，喏。人家放电了我啦，我跟你讲嘛，你中电啦，电人你来，电人你来，电人你来，哎呦，啊，今日啊，乡长够有空来，哎呦，恁这哇，啊，规阵拢大家迄个先，哎，欢迎欢迎哦，啊，无啦，大家徛徛来，伊也都无够。我跟你讲，免在结婚水啦，我跟你讲，恁咱大家拢无要相信啦，今日大家拢要来找你算账啦。嗯，对，找我算账。算账。安尼讲迄个什么话对啊？但我的人有是去互欠的，有也毋捌欠人啊，对唔对？哎，你找我算账，你敢咪跟我跟你吃福气，无个事。唔信咯。那伊这福州人真俗啦，这条较细条啦。最主要是哦，阿王嫂这条较大条，哈，阮全部是替伊来算账哟。哦，阿王嫂哦，哎呦，有啦，我是叫讲爱生囝啦。啊，若生出来了后，我会摕钱去贴伊啦。啊，那这么多还未生呢，就不来找我算这条账，我哪算得？哎哎哎哎哎！大家都有听到吼，伊即马把你声音放出来啦，你看。真正的。对啦，阮阿兄意思嘛是我的意思啦。哦，恁两个兄弟的代志搞袂见效呢，拢过为干嘛？哎，窦团长啊，好你认为是够够呢？比拼个无气啦！这种人我袂生，好伊好食饭，你当放伊走啊？对，讲。人民拍鼓的时阵，拍鼓打岔，啥人无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唔对就唔对去了，也甲村民会失礼的。这间这间，你若变安尼死啊硬嘴皮哦，我是不爱插，我哩讲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杜团长啊，正经的人啊，大家拢避避好处避对唔对？啊，你讲下一个，下下一个死的，啊，唔是我真歹势啊咧。好，你讲下死的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我来替你解决。对，正暗。我是安那，阿无撞着代志，我就甲你回信嘞。我甲你讲嘛，你看你大家甲看伊两兄弟啊，这单纯真正见相能力，一斤换一斤，你唔知影啦。我甲你讲，见面甲伊讲，就会甲杀出个大口，当然咱少人唔敢行来讲这道理的。上班去，上班了。哎，先聊聊吧。好啊，来来来，各位坐啊，坐来来坐坐坐坐坐啊，来来来，各位，放进来。你还上班呢？啊？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干嘛？哎，别开玩笑啊！还什么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这人面兽心的家伙，我今天到时候看看你的骨灰长得什么样子。啊？什么骨灰？不要啰嗦。我也不要开玩笑，我还什么玩笑？走。走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们上去干嘛？啰嗦。你看，上次的声音，韭菜呀，韭菜呀，啊啊，那怎么会有这种？
紧急的声音啊，天龙，高音啊嘞，啊，原来是你哦、喔，天龙，我直接不去投的哦、喔，你碰到性骚扰了。这怎么打啦？都包中了，你看你也需要稳重一点啊。唔正经就是唔正经，害我咧行一个安尼，你心脏病就要行起来安尼。我遇到的事情比性骚扰还严重，你们快去救梁伟大哥啊！梁伟，梁伟怎么了？他活不成了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讲快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出车祸啊？哎，现在还不怎么样？不是啦，梁伟他到底怎么样？你不会讲快一点啦？啊，你讲的人没付我听呢，啊，你讲鬼半仙讲啥的啦？你不要说你被讲啊，你的手肘是不是被狗咬掉了？好了，你别这么凶嘛！这青龙他一定是修静了吗？他修了静下。好了，来，青龙乖来。快慢慢学嘛，咱快学，快学，快学！饲你遐尔大汉，一句话你都讲袂好，是毋知咧创啥嘿？快啊！后面赶快讲啊！有人要烧死梁伟大哥！啊？为什么？太大胆子了，无法无天了！是谁？村民还有好多人啊！梁伟做错什么事？他为什么要烧死他？刚刚。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听人家说的。说怎么话一点啊？过来提醒啊！说，阿旺嫂告他性骚扰。成龙，我警告他，你不要乱讲话。梁伟不是这种人哦。我也不相信梁伟他是这种人，他怎么可能去骚扰阿旺婶呢？对啊，你是没听清楚啊？没听清楚跑回来，你不要乱瞎掰啊！我没有瞎掰啊。是啊，梁伟他应该不是这种人嘛。就是嘛，阿旺嫂生梁伟都生得过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嘿，我想哦，这个有误会哦。再想哦，梁伟大哥就被烧死了。呸！我阿嘴，你干啥嘞？爸，梁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，这一定有误会。你要救救他。哦，对，我想到了。不止梁伟大哥一个人，还有卓村长，还有他弟弟卓有利哦。啊，还有他们呢、啊？那这事情就有可能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复杂啊？哎，老杜啊，我想哦，这个越想越不对的。哎，卓村长会这样做吗？哎，要是他们村里面的人，他再笨也不会笨到说去非礼自己的村民啊！啊，要不然这种事哦，主怎么包得住火啊？啊，传出去，他这个村长的面子要往哪里搁啊？哎，这中间一定有问题。爸，你是村长，他也是村长，如果村民不相信村长了，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哦。对，啊，我说得对，这个事哈、哦，你要去看一看，万一这个卓村长哦是被冤枉的，这样就不好，要不然哦，以后哦，你们这些当村长说话就没有人要听了、哦。哎呀，他怎么能跟我比呢呀？哎，你到现在还在比，好，要比你自己坐在家里慢慢的比。哎，我们大家赶快去看一看，哎、要不然哦，这个事情发生了哦，一定是狗牵连一大坑。我还是去看看吧。你看对阿王叔啊，非礼的代志。对，顾永新，伊做船长啊，甲伊小弟，还甲赵良伟因三个人的做人啊，我相信这其中啊，一定有误会的。所以啊，
咱今仔日啊，就要请杜船长啊，在咱的面前解释清楚。对对对。若是误会咧，咱当面化解，互伊清白。假使讲这代志呢是事实的，杜船长，你爱主动辞职。对船民啊，叫你交代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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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你即摆现讲，我是凭啥要告我？你做你讲。哎呀，这场面安尼吼，咱卖阁加讲过啦。等下吼，时间足歹看。对啦，阿华总，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们呢？啊？你说我们性骚扰，我们怎么就性骚扰过你？啊？哦，你太靠人哦，你呀、啊、哈！你做错事情讲话还那么大声，我就揍你哦。哎，猫了哟。是啊是啊，阿华总啊，你就学出来。不要怨我好心，但是呢，也不能放过怀银呐。对对对对对，讲讲讲。哎、欸，拜托啊，你即摆讲这句话太嫌哦，辣椒摆太多了吧？你看啥？你根本就狗眼看人低。啊？什么狗？你在这么大场面你还骂人？你骂我是狗？我告诉你，我告你啊！你告我？好啊，你有种你就去告啊，你也告，阿旺嫂也告。有本事的他通通跳出来，通通一起告啊！没来，那么你再敢动可以告，告啊，去告啊！哎呀，这什么场面啊？还要跟少芬长斗嘴，争面子。狗改不了吃屎！哎，阿旺嫂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讲好不好？我待会儿还要送货哎。送货？你差点要送钟了，他还想着去送货。不要乱讲话，什么送钟？他冤枉的呀。对了，阿旺嫂，起码所有的人拢有交，你有什么代志哦？讲一清二楚。对了，你讲啊。对了，我讲啊。我讲啦，啊，就迄天哦，伊三个拢去阮家啦。讲吼，要搞生囝啦！阿旺嫂，你不要乱说，我怎么说要跟你生孩子啊？这哪有可能的代志啊？哎，我未去跟你生囝啦，总讲阮某未生啦，要不你来看卖嘞？阮某嘛还比你较水，比你较少年嘞，我有可能跟你生囝？不是咩？我若果要生啊，我就抓一个某来生就好啊，我跟你这个方向生，打嘛好啊，跟你这么灵死。啊！但因三个拢唔承认，啊！但即摆是要安怎办啊？这样，这样，两方面一定有人去讲白话的。阿王叔，到底迄一天发生什么代志？你通通讲讲出来。对啦，你讲。不要紧啦，讲出来无要紧。啊！就迄一天吼，因三个拢去阮家啦。啊！船长讲吼，要甲我生囝啦。啊！你若无够力吼，讲第一个厂里要甲我帮忙啦。啊！三个，三个，你讲我那笑了吧？不要我讲，我问你，你拢大家拢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讲是讲，我是讲，咱这庄头吼，人口较少啦，啊，萧团长迄边的人口较侪，我是讲变化会过无？所以我才尽量讲，阮这庄头若是会当人口较侪了，我靠面子，所以我们才拜托讲，啊，无你生一个囡仔，啊，我都知影讲吼，因家的家境较善啦，啊，拜囝若生出来，囝若饲袂啊吼。我出一寡钱，甲伊斗三共饲囝啦，唔是生囝啦，我来我拼啦。啊，安尼啦，就是呢。你若无爱阮斗三共就好啊，对无？你若着要过关呢？啊，安尼后生啊，你安尼完全安尼共误会人的意思。人的心肝是好心，要来甲你斗帮忙的，你煞共讲误会，讲人要来甲你回礼。啊，安尼这个真是啊。我哪会知影讲伊是讲钱啦？啊，我想讲阮翁哦，啊早就包起来啊。老叔，迄毋是做包起来，迄号做盐雕啊。啊，我就想讲哦，生囝哪有人伫人斗三工啦，对唔？哎呦，船长先生啊，死你啦，死你啦，我误会你啦，歹势啊，歹势啊。那都冇命啦，我误会竟然嘛着，咱根本就无啥物代志啦。你不是要来看我的笑话吗？你看嘛，你看嘛！哎呀，不是不是啊，我是来给你倒三杠的。倒三杠。七。左邻右舍，厝边头尾。哦，站了那么久，我又穿着高跟鞋哦，真的那个脚趾头哦，有够痛的啦！啊，还有紧张的半死，原来是一场误会。我看呐、啊，他不一定是个误会呀、啊，
主任啊，我真的没有啊，我不是学你，我是学啊卓春祥他们兄弟。你的音格我当然相信了，可他们兄弟两个音呐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我觉得哦，你真的对这个卓村长哦成见很深哦。嘿，根本是恁精细人啊，两个拢是牛啊，所以这世人才能特别酸呢。哦，难怪爸爸不吃牛肉。你怎么回事？你现在跟你妈一个鼻孔出气啊？我拜托你讲了。爸爸，你不是常说吗？读圣贤书，学的就是道理。我觉得妈妈说的很有道理哎。等。家里刚好有猪脚，我去帮你煮些面线，去去煤气哈。谢谢你。啊，还有这佩玉，平常叫他切个水果给我吃啊，还都难得的。今天呢，居然主动的要煮什么猪脚面线给亮伟，这养女儿真是没有用啊。爸，水果都是妈削给你吃的，哪轮到大姐啊？对呀，这样讲不公平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引起公愤了吧？自己你熬的男朋友，你也在出事，真是越来越老翻天了。我没这样，你别怪村长，我习惯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还习惯了？哦不，我是说我习惯了这个佩如帮我煮猪脚面线。梁伟，你被抓去的时候害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问心无愧啊，更何况大家都是老邻居了，把事情讲清楚就没事了。梁伟啊。那天你们三个人呢，到阿旺嫂家去，你们没有看见那卓村长兄弟对阿旺嫂多心造谣啊？哎，老豆啊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是在挑弄是非。哎，是不是卓村长他没有事，你不高兴？高兴高兴，我当然高兴了，没有事就贴太平了吗？才对。我现在很担心阿旺嫂这件事，卓村长他一定会很伤心的。大家都还没有弄清楚事情，就认定是卓村长做的，你看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。这就是他不得民心的地方。哎，他刚刚才讲完，你又忘了啊？幸灾乐祸。梁伟大哥，你也被人家误会，难道你不难过？你看看你，哎，这卓村长他不能跟梁伟比嘛。话不这么说了，我只是个村民嘛。那卓村长他怎么说也是个村长，村民这么不信任他。所以说啊，他就应该好好检讨检讨。我想哦，我们明天哦到卓村长家去，顺便安慰安慰他。安慰他？他为什么不跑过来安慰我呢？爸爸，下次你遇到这种事情，他就会来安慰你了。你看看你，你这个兔崽子，你叫爸爸也去做性骚扰啊！面煮糊了没？是不是啊？煮糊了，我吃啊。嫂子啊，哥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都不出来，不是办法哎。没关系啦，他羞于见人，让他关两天，想想也好。嫂子，你是不是还在误会大哥？我可以发誓，大哥在外面了，绝对没有。好了啦，不要你发誓了。我要不相信大哥的话，我还住在这里啊？我早走了。嫂子啊。这是不是叫做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啊？断金呢？我们是一起发神经啊！嫂子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到门口的狂奶奶地方光顾哦，他可以 party 呢。没关系啦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做事欠考虑，莽里莽撞，让他想一想，训练脑力。哎，大嫂是不是要大哥来个大检讨，衡量功过，然后重新开始？对，我们家呢，还是我们家会最聪明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样讲是不是他很聪明啊，或者叫笨呢？对。啊，你能够想得出来叫我们的村民多生小孩，胜过小水南村人口的这个办法，还不笨呢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们的村子里面呢，就有一个人比你还笨，这个人呢，就是相信你的方法。别说了，大嫂，不要再说了，笑死我。哎，是吧？你说我笨啊？我哪样哦？那我如果有够聪明的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讲啦，他比你更笨啊。大哥这样关在房间里头，会不会出事、啊？哎，尤莉啊，你刚刚送饭给他吃，他吃了没有？我刚送去的时候，他就把我推出来门关起来，我哪么知呀？
你们看这个样子啊，吃的连倒过来都掉不下来任何东西。日历比平常还要好，多关几天，多关几天。梁伟，你觉得刚刚那团电影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好好看哦。刚在洗脸的时候，我都一直哭一直哭。就是因为你哭得乱七八糟，我才觉得不好看。哎，说真的，你从前真的没有叫过几个女朋友啊？没有。没有关系，你说出来，反正是在我之前，我也不会计较啊。真的没有吗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挖不出底的，没有小醋坛。谁呀？哎。嗨，梁伟，你好。嗨，别人你也在啊，佳慧。坐。好。找我什么事？你们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走好了。不是我的事，是我哥的事情。因为他觉得连累梁伟被冤枉，很不好意思，所以来叫我向你道个歉。那还是真的嘞，你哥哥真的把我梁伟害惨。梁伟绝对不是那种人的。梁伟，你好幸福，你看别人多信任你。哎呀，他还是捉摸不定的，今天原谅我，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假，别说了，捉摸不定的是你。来来来，坐下来坐下来。你哥现在怎么样？没什么问题的，就是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，倒是有点难过。这样子不会怎么样吧？不会怎么样啦，三餐正常啊。你看他吃饭用过的碟子我们都不用洗的，吃得干干净净。啊？佩如对我不错，不能辜负她。人夜睏也袂醒着啊，哪有啥物好睏？外口客厅看看咧，袂去睏咧外口客厅，但一定都爱倒只烧气啊，气做火安尼，一定安才会烧哦。喂，你，哎呀，你爬窗户进来，你也叫查了看，别查唔到安尼做。哎，心情不好就不让我进来睡觉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怎么搞的嘛？你是不是因为村民都误会你不谅解你，你心里很难过？当然了。那你说出来嘛，好不好？你从来都不把心事放在心里的，你说出来嘛。说出来有什么用？这些村民，枉费我普通时啊对因这么好对不？啊，干那凭那个阿旺嫂一句话尔，就把因关到大家扑扑跳，安尼哪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那是一个误会嘛。就是误会啊！因误会我，我当然艰苦啊，对不？咱家一句话，甲关落甲地，啊，因大家都去对我起个安尼，安尼我普通是对因好，哪有什么忌惮啦？不过也难怪他们啦。我原先听到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心里面觉得很……哦，原来你也在误会我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也是觉得很生气，我很气他们嘛。他们怎么不信任你这个村长呢？对不对？你平常村长为人多好啊，多拿村民当做自己家里的人，怎么可以误会你呢？我很生气，把他骂了一顿呢。对对对对，该骂他们是该骂的。话说回来了啦，也不能够全怪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晓得中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佳慧都相信你是没问题啊，我们是你的亲人啊。可是你不能够要求说所有的人都对你像亲人一样对待啊。那你老实说，你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是不是？也在怀疑我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你不相信你去问佳慧嘛。我一听到以后我就大骂那些村民，我说你们根本就不是人，你们胳膊肘往外弯，你
们这根本忘恩负义，你们这就是你说那句那个什么禽鸟气打不得，对，你们这样子做是不是太没有情义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村长？村长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婆，原来你都是站在我这边的，跟佳慧也是站在我这边。我送我去拿被子，我们睡觉了。七，左邻右舍，厝边头尾。即嘛四间哦，当然掠鸡才要紧哦。哦，你走掠鸡，我走来掠人，啊，真牛了。咱阿佫甲你问一下，好无？你是小水男啊？咱阿是小上单啊，这个代志小上单的代志。你小姐小水男男来做，插只小上单要创啥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即个憨憨慢慢笨蛋哦。你叫憨憨笨蛋哦，免做那个咧牵累。我你佫兼家婆。我家婆。哦，我真的有衰容易啊！不是衰，你这何乐应该？嘿，大家早！早！你们大清早不去做生意，在这边干什么啊？对啊，哎呀，你怕你的菜烂掉？啊，管它烂了，人都快烂掉了，还管菜？我跟你讲，他准喝酒完了，弄乱了了嘛，不要紧哦。心肝感控。哦，我们没有心情做生意。到底什么事情啊？说出来没有关系嘛。像不像是安尼咯？总共一个就心肝解控得着。好端端，你们为什么心里难过嘛？但是都是安尼咯，阮村遐个做船长啊，好难玩弄解控，我嘛解控。那个卓村长不是已经证明他是被冤枉的了吗？啊，就是知影伊被冤枉的，啊，我们才会艰苦。什么艰苦啊？你啊，不是阮村的代志，也不是阮村长的代志哦，无但无是去人插进来代志，艰苦啊，饭拢吃袂落哦。对啊，吃不下饭是没关系的。晚上好了睡不着，白天还要烦恼，那个是很累的事情呢。原来你们是因为错怪了卓村长，所以心里才这么难过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阮那杜船长真正人好人，但是你要看，伊一个人帮咱掠来这个庙空，好这多人，你看新闻，你要看，伊还见笑信呢。你是阮村的船长啦，恁爱是个村民，伊见笑，恁爱真正够较艰苦，恁爱干来阮的本分。一定都很生气，不理我们。
不要紧啦，最主要哦，唔是咱团长，咱唔知跟人插啥物啦。你只当做家己承认你是笨蛋，恁戆戆推推，你干嘛？对了，先讲完。多谢多谢。事情都过去了啦，卓村长不会怪你们的啦，你们四个不要这么自责了嘛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你们上一次不是有罢免过卓村长吗？哎呀，三小姐，你安尼讲都袂使咯。我哪敢甲你讲啦？罢免一摆，咱敢就见笑死来，搁罢免咯？对啊对啊，你安尼可惜，真不要讲啦。不是啦，你们听我说啦，卓村长他心里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以为全村的村民都不支持他，不相信他了。所以你们可以再发动一次支持卓村长签名运动。然后把签名簿送到他家，他就会很感动啦。哟，盛小姐，还是你脑子转得快啊！啊，跳跳，再跳跳跳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不要这样说啦。其实啊，是因为你们都太自责了，所以才不会想到这个办法。哎，我妹妹想到这个办法真的很棒哈、哦。真的，真正无简单啊！你那傻小姐，你那男少年啊，他见咯。真正把迄个之前签名簿送去到船长，到船长看到一张签名簿，伊都感动个流目屎啊！迄目屎敢那游泳池咯。安尼好嘛？好，安尼好。观众就做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过来领奖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好，签哈。哇，他们真的好可爱哦！真有趣，一大早放个生意不做，跑到广场来发愁。谢谢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还劳烦两位跑这么远来看他。哎呀，怎么这样讲呢？啊，本来我们就应该来看看你们的啊。嘿，啊那个，哎，卓村长呢？在房里面休息。啊，尤丽啊，哎，去叫你哥哥出来，就是说那个少村长夫妇来看他了。哦，好。有春如果知道两位专程来看他，一定很高兴。啊哈哈。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左邻右舍啊，阿厝边头围三不五时吼，要来走动走动一下啦，这样才会联络感情呢哈。对对对，以后有空了，我会跟友春专程到府上去拜望一下，聊一聊，坐一坐。哦，欢迎哦，欢迎哦。我们家老的哈，常常说要请你们两个夫妻到我们家去出个便饭，哈，好对不对？这么多客气话。对的，对的。这件事勾摇吕洞宾不是好意思呐，老板回去。哎，你看邓爷，邓爷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少村长好心来看你，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？你真是，哎，没办法。那个少村长，我们有春呢，这两天心情真的不太好，所以他讲的话都不算数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都包含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嘿，碰到这种事情哦，大家都会心情不好的。都准对啊。啊，他代志发生就发生啊吼，啊就算拄着啊嘛吼，啊都归去啦，想较开咧啦，啊好会捡起来想，啊两摆吼，佮你放放吼，赶快来去找笑啦。我煞毋知影，两摆代志都甲放水流，但过你爱知呢，我是犯误会呢，我是算被害人，你知毋知？你敢毋知影讲我即款犯误会的心情是足歹，根本这村民吼，拢无咧想我讲对因好的时阵生甚物形的，迄大家拢砸头啦，迄头拢应该甲剁剁起来做保龄球啊啦。好啦好啦。有，哎呀，有春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啦。我记得你不是那种人嘛。我们俩都是做村长的，他都有个水准，你不会做成那种事情啦。哎，你是大运有大量啊，不要跟你人计较了。嘿嘿，永春老弟。哎，你那没我是老弟啊，你老好你呀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我学老弟要不得了。竟然有神经病是不是啊？我老弟啊，还有神经病。好了啦，有春，少村长是说老弟。我老弟，我老弟，啊你比老弟不？我看你这有脑子有问题耶！你还当保龄球？你当保龄球，你脑袋不够乱？哎，我求你头壳尖尖，够橄榄球。哎，做船长啊！啊，我想好以来，这有两小时过来讲啦。哎，老大，不好意思，老大，少太太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，少村长，再见啊。好了吗？客人被你气走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满意了，当然嘛满意。两阿婆带来这，跟恁爸讲，恁爸是老弟，你老狗啦。
左邻右舍，厝边头尾。会变的是情绪，不会变的是感情，天天改变。来了来了，大家来，哎呀来，哎呦。你管屁！就是你搞的鬼，都发动全村要霸凌我了。人啦，你在心里在抢嘛？都是啊，都是啊，都全听你真正性格有够歹，莫想莫莫莫想要甲你罢免咯。即马真正真好，互你即几天你啊，安尼真难真艰苦，真委屈咯，甲你误会真正歹势咯。所以你啊，发动咱全村的真诶真难咯，拢不拢来甲你签名，不但讲咱真难。啊，搁隔壁迄小最难，买遐难拢来甲签名，即马遮难拢来签名，甲你支持，甲你拥护咯。对啦，误会啦，歹势啦，收起来啦。支持我，真正收起来。我是支持我，拥护我诶。啊，啊是讲真感动咧，即感动出自每一个村民诶心愿吼。对啦，哎呀，真正啦，拢来真正安尼咯。在传递完了，阮两工拢无去做生意，咱嘛咧变家拢签名，哎呦，你着万搁甲你生气啊啦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大家的心意你收下吧。好好。哎。赵良伟，哎，良伟要你一份呢。哎呀呀呀！不，我嘛我哪有对呢？我嘛有一份对无？一份。是啦，当初若卖你想这主意，什么叫人生囝嘛未只到今仔日安尼？哎，遐奇怪呢！我当初想这办好事，你是恶了我，我上巧啦，啊，只不过你嫌我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事情过去了，不要再怪他了啦。哎呦，安尼代志拢好啊啦，啊，阮也真正吼，食无闲咯。两天都无做生意呢，我要来走啊！哎，是讲咱要走之前，还搁一个要紧。我紧做你讲，两天无做生意，你着再减赚袂少钱咯，两年咯，哎，摕一个爽片咯。我着不讲，摕安尼无诚心啦。啊，拍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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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跟他们一块走。哎呦，你不要坐一下吗？不了，我还约了人，要先走。哦，那就再见吧，慢走哈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慢走。啊？有面子哦。好，你住好。现在才有面子而已，我都好几包卫生纸了。哎，梁伟，买东西啊？梁伟呢？你好。这副耳环多少钱？这副耳环啊，哎，老邻居了嘛，算你便宜点，200块就好了。200块一副？怎么样？贵哦。不贵了，买东西送给女朋友200块而已，还嫌贵？不是女朋友。不是女朋友，难道你带回去自己戴啊？你帮我包一副好了。好。我要送人的话，你稍微包精致点，弄个盒子。好好好。老板娘，啊，同样的再给我一份。好。嗨，梁伟。哎。经理打电话约我出来，什么事情？
婚。你很少这样支支吾吾、吞吞吐吐的哦。什么事情很紧张？很严重的重要的事情？没有啊，其实小事一件了。这个送你。送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明天是你生日啊，小礼物嘛，收一下。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。嘿，梁伟。我要配条，我看卖你啊！是你看无啦？你前暗后尾就配我看无的。哎，航空的哦，哇，这 A B C 的我煞看有。哎呦，你哥哥是很有学问的，怎么会有东西看不懂呢？赶快给他念出来，不然有利啊，把你看扁了。嗯，好，有利啊。假使讲我来看有里面呢，就简单嘞，我就做配，就甲食落啊。配要吞落？嘿，当然啦。我跟你讲。凡是外口写英文的，内底是写国语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这样的戏你就可以猜啊！哎，我是大哥呢，长兄如父，怎么不可以猜呢？哥，小智回来了。啊嘿，哎，小智，哎，佳慧啊，有你一封信从国外寄来的，我都没有猜。谢谢啊。以后有这人的戏。不用给我看了，不要。奇怪了，他怎么说这个人的信？那他写来的信，他怎么都没有把他看作把他丢掉？哎，你看，对啊，写信来这个人的他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哦，他所说的这个他哦，一定是一个坏东西，要不然他不会说不看他的信。写信来干什么？你写信来当初。就不要跟我吵架，对我好一点。我不睬你。还是小时候玩伴对我好一点。哇，大姐，好漂亮的耳环。我戴上嘛，我才不要嘞！二姐，这信达买给你啊，干嘛多花这个钱啊？信达还在念书哎。哟，现在你可以帮老公省钱呢。二姐，哎，对了，阿华，那个卓村长的弟弟不是在追你吗？他们送你礼物啊？有啊，他送你什么？两只乌龟，在市场买的。乌龟？我怎么没看你带回来呢？有力把它甩掉了。为什么？那乌龟咬着有力的手不放，有力好不容易才把它甩掉的。乌龟还会咬人呐！我也是这次才知道的、啊。天啊，跟佳慧去湖州市鱼丸摊吃鱼丸，然后湖州师呢就说要帮佳慧介绍他弟弟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佳慧所说的他这个人的他，就是那个湖州师的弟弟哦。哎呀，不可能啦！福州市的弟弟怎么可能会写英文呢？不是啦，是福州市要介绍他弟弟给佳慧，但是佳慧不要。哦、当然啦，怎么可以要呢？我们佳慧是硕士哎，阿姨是在做鱼丸那边来用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安尼讲都唔对啊啦，硕士对不？伊个反正嘛，不要煮迄个鱼丸汤啊，当天在小弟阿个鱼丸汤煮个偌好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们这样你一句他一句，你一句他一句，到底要不要听啊？呀，说的那个他啊，就是佳慧在美国的男。左邻右舍，乡亲讲俚语，浙江月刊总编辑张行周先生。闽南人半夜不吃盐鸡汤，结果有点酸汪汪。苞米粥，咸鸡壳汤。那个
下着大雨的晚上，你头也不回的开门就离去。望着窗你的背影远去，那心痛的感觉我难